岳云鹏撩河南话多搞笑。回老家主持婚礼。师妹，这个参加婚礼啊，我也不是第一回，不过这一回是比较激动，比较紧张，因为是俺三舅迎娶儿媳妇，这个俺二弟娶媳妇，刚才俺进来去拿红包去了啊，这趟红包弄上去了，这个好啊。别再添点儿味儿，再添点儿。啊，不是，这不上来了吗？调侃杨幂引爆全场。小米，你咋跑这儿来了？你不给家喂猪，你上哪上战场上了呀？这伙事啊，这伙事啊。你爸爸家父？你父亲啊？我说的啥呀？咱俩不是两口子吗？你这口味实在太重了。你谁呀、啊、你谁呀、啊、我是他前男友啊。你啥品味呀、啊、你他还瞧不起我们呢。何方琼调侃老郭，别逗，你那样的爹能生出这样的儿子？你说实话，这到底是我的不是我的？你看哪儿不像吧？这不是我的。那毛病都跟恁爹一样。咋一样了？我现在，我是个人啊。你从哪儿看出来是个人来？你上学都干啥嘞？我上学考试没考好。多少分？三分。啊，那不少。三分还不少？比我强。那当初不是考五分了？我十门五分。可不敢胡说。河南版泰坦尼克号。哎，行，玉宇啊，行好。妮儿，您等等，什么叫妮儿啊？就是姑娘的意思。哦，河南话姑娘。姑娘，哎，妮儿，嗯，懂啥的呀？对，跳船。跳船。啥呀？还没听见。跳船啊，别跳呗，那海水可凉啊。啥呀？海水可凉啊。凉多凉啊？问清楚了，多凉。可凉可凉啊，可凉可凉啊。不会聊天，别跳呗。你看你这个妮儿长得还怪带劲的呀。爆笑演绎河南方论，留言加关注。